超夯超夯的歌曲，而且他舞蹈又感觉就是大家之后一定会非常流行，你知道什么歌吗？姐姐。所以今天呢，就特别找了文琪来学一下练一下。我吗？对对对，不好意思，我刚才在看看。因为他啊，我觉得他这首歌，你看他动作非常很多，他的重点是什么？很简单。就是 disco， 就是有一点复古的感觉，因为它很多这种扭屁股的，站起来的。对对对对，你不想学吗？对，它很多那种摇屁股、摇屁股、摇屁股，比如说它的叉叉叉就会摇屁股、摇屁股往上、往上、往上、往上，然后叉叉叉的时候跺脚、跺脚、跺脚，有没有？叉叉叉。叉叉，对，然后它的姐姐总共有五个姐姐，对吧？是跳绳跳绳，不是不是，前面怎么唱？哒哒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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它的哒哒哒哒哒有五个，所以它就会五个。对，好，噔噔噔噔噔，然后脚噔噔打两下，噔噔，然后噔噔噔，这是一二三四五，好，噔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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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噔，然后脚的时候要抬起来，往上，对对对，然后脚是这样比较性感，就夹起来，对，然后坐啊，对，然后用手这边这样噔，表情眼睛好一下，对对对，好的，你知道谢金燕就是性感 ，OK， 对，然后开始就是擦擦擦的时候，擦擦擦擦擦，然后歪七扭八的时候也是一样，噔噔噔，歪七扭八，对，然后右手是在上面，哦，右手在上面，噔噔噔噔，歪七扭扭八，对，然后快擦的时候很简单，擦就是跺脚，你知道擦下去擦下去，哦，擦擦擦擦擦，对，擦擦擦擦擦，然后就开始懂事了嘛，擦擦擦。好 ，OK， 好，大概是这样，大概就是这样，就是这几个重要的部位。好，那不然我们播音乐跳一下吧。好紧张哦。没有什么好紧张的，没关系。因为它很快。不会不会。我是觉得它蛮快。舞蹈就是要熟，熟的时候就快。我再来。好。哦，对对对对对。来，快快快！太紧了。好，这里这里这应该可以。好。接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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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接。来喽。好紧张啊！继续，一二三四五，爱情如花，我就是唱唱唱唱唱，唯独独自的一卡，你就是唱唱唱唱唱，肚子好大，他看得懂之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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跳针跳针，随便叫我姐姐。哦，耶！你们也在跳这个？哎，我那姐姐要超喜欢这首歌的，那你会吗？我稍微的有涉略一些，那要一起吗？啊，抱歉，起来，我跳这样就好喘了。这个是运动，你知道吗？这种也是有一种运动的功能，好不好？先大概带我做一下好了。对，就你知道它的重点就是叉叉叉，有没有？对对对，这个是切切切，有没有？很像切的感觉，切。然后叉的时候就是刺刺的，叉叉叉，往下，脚要往下，噔噔噔。对，有没有？然后大家应该有知道那个概念，是的，动作比较不知道。然后哒，有前面有五个，你知道吗？然后 OK， 一二三四五，一二三四五，快点，副歌副歌，来来来，跟着跟我走啊！我姐，好紧张，我不知道怎么。五六，还没，八五，还没。嘿，一二三四五，噔噔噔。懂事了，压压压，往上往上，嘿嘿，呜呜耶！好，还有这首歌，性感，哇耶！哎，真的很喘呢。我跟你讲，下次去 KTV， 如果这首歌一定要点来唱，一定要，超嗨！而且我觉得对你来说超有用，因为它很快。有没有热起来？而且我觉得他今天好嘻哈哦。对啊，你今天怎么了？然后又穿裙子，哇塞，就穿裤袜。对啊，我今天整个就是想要走姐姐路。OK 啦，所以呢，大家如果想要减肥的话，或者是想要学习这首歌，没有，因为现在这首歌超夯，所以你不会就落伍了，真的就熏掉了。赶快跟着我们一起来跳姐姐。